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《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》。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，莲生活佛讲到平常心是道。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样的道理，但是真实生活当中，我们面对别人的眼光，甚至是批评、毁谤与伤害，又如何能够保持平常心呢？哎，这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呐。我们赶快来聆听莲生活佛他是怎样做到的。道啊，不是一个人的。无私，甚至无忌，无忌就没有好坏善恶。不忌也是记住的忌，便没有把它记在那里。你知道平常心是什么吗？就是无忌呀。他没有把什么东西放在他的心上的。只是很自然的流露，没有造作，很自然的流露的，这就是无忌呀。你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是合乎于道的。啊，我故意啊，故意说那个。像另外一个跳舞的，啊，故意扭得很大，啊，故意扭起来扭得很大。你离开了自然，你自然是怎么样子？你很自然的舞出来的，那个就是了。你不要故意去造作。不要故意去表现，你就很自然的挥洒，就是平常心了。那么在日常生活里面呢，当然你很自然的去应用的话，就产生的妙用，产生的自在。你不要把一切东西放在你的心上了，也不要去责怪别人的眼光嘛，像师尊也是一样啊。啊，师尊如果是说，啊，责怪那些诽谤的啦，这个报章啦、杂志啦、媒体啦，那我可能也不敢出来面众，也不敢出来了。我以后不再说法了。我以后也不想佛了。很多人这样子哦，是哦。有一位叫做什么名字的，好像姓白吧，姓白啊、哦，姓白，一个企业家姓白的，就是媒体给他写怎么样子。他就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他就好像跳这个澎湖大桥，跳澎湖大桥就自杀了。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。我们佛我们的，众生的眼光是众生的眼光，我的是自在，我睡得好。我吃得饱，我睡得好，快乐的过我们的日子，我快乐的过我的日子，哇，跟神仙一样，别人的眼光我不理会的，别人的心里怎么想我不理会的。啊，有一个，我回西雅图的时候啊，有一个长者，加拿大的长者来看我，哎，卢生燕还活得好好的，他还很开心的笑，还是很自在嘛。他说：“但这样好，这样好，当然好啊，哪有什么不好的？
我什么事情都好，你就是把我这个用这个很脏的东西把我头上淋下去，从头上淋下去、啊、我还是要很自在的，没关系，无所谓，没关系，无所谓，我不放心上。那就是很好，一切都是很好，没有什么不好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生活中就是平常，但平常里面有非凡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师尊说法平常，但是平常里面有非凡，要听出他的道理，你才能够开悟。你听不出他的道理，你以为是平常啊？师尊讲笑话吗？平常，哎，笑话里面有他的道理在啊。像刚刚讲德辉上师，这是平常，我们回答也是这个样子，好像有一个人老是迟到啊，问他为什么你今天迟到啊？他今天我出门比较晚。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出门呢、啊？因为我已经出来了，然后再回去再出来，那会更晚。哎，讲的也很有道理啊，不是绝对没有道理的，不是说没有道理。他说，那你呢，可以不可以明天早一点出门呢？我的习惯就是晚一点出门，我总是摸到来就是那个时候，那么来上班就已经迟到了，这个长官也没他的办法，对不对？他也是很平常啊，他迟到已经变成习惯，那德辉的忙已经变成他的习惯了，只是我不明白他在忙什么。他经常不去吃晚餐，我说奇怪，我一顿不吃哦，肚子就很饿，他可以很多顿都不用吃，这也是平常，是他的平常跟我的平常不一样，虽然是不一样也是平常。这个人间的事情啊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参明心见性这四个字，我用这种方法去跟大家讲，那么大家写这个你的悟进来，其实每一个人写的都已经非常好，非常有悟进，比一般的人来说已经非常的超生了，超越他们了，非常已经非常有法味了，每一个人写来的都非常的好，甚至有几个已经都是讲出他的重点，只是我还没有问他你为什么讲这一句，有一天我会问他们你为什么讲这一句，如果他答得非常正确的话，那个都是高人。